是吧？我的这个八神庵能够还手的人，基本上都是职业玩家。你偶尔的要认真一下，哎，虽然我们不可能就是现在，对吧？一箭三雕，就像打英雄联盟一样。哎，很多人认为说我菜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我真的菜吗？只是我不是那么的认真跟全力，因为每天全力在打一款游戏的时候是比较累的，你还要说话，对吧？你还要去注重这个教学，我们呢也要娱乐娱乐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被人吊锤，那对不起，你皮好不了，兄弟，哎，我还有蛋，耍一把艾尼维亚啊！啊，凤凰这个英雄前两天也耍过，大家也看了，每一把拿出来都是威震一方，可以说场场 carry， 这一把也不例外。其实我打凤凰呢，也就几个套路啊，大家都前一段时间都看过了，就是我的避中弹，避晕弹。想当年 Frogan 也是靠这手避中弹叱咤欧洲好几年。今天我就把他的技巧公众于世。其实呢 Frogan 的凤凰靠的呢就是这个避中弹加上他的冰墙，就靠这两招混世。今天呢就把这两招教给大家啊。当然了，哎呀，不要皮了，说实话我只是想打一个女神之泪，既然你这样子的话呢，那我就回家啊，出来再催你。这些补刀这些基本功就不跟大家讲了啊，那这个东西你讲再多都没用，很简单的练好你的弹道，对吧？前期对线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把基本的技能介绍一下啊。这个被动是弹，大家都知道 Q 技能呢，非常的远，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弹道飞行速度非常非常慢啊。第二次引爆呢就能够将敌人眩晕，所以呢，爆他就眩晕了，明白吧？但是很难命中啊。所以这个技能一旦命中的话，配上你的 E 技能寒风刺骨啊，你的爆发就出来了。所以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弹必中，就是玩凤凰必修的一门课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必中包晕弹。完了，现在，哎呦，我操！等一下，我先，补刀这个，哎，凤凰，我跟你讲，凤凰是这个游戏当中最难补刀的英雄，没有人比他还要难，就是平 A 啊，他的弹道没有人比他还要差，最烂的弹道之一，最烂的弹道没有之一。他到六级之后就会好一点啊，所以前期一定要注重补刀，就是多把你的心思呢花在补刀上。我们试探性的弹啊，像这种弹不好命中。当你的弹打不中别人的时候呢，你的E技能伤害就比较低啊。他觉得好像很帅的样子，其实呢，我是不想锤他。砍，你敢砍这个兵？哟，对手，别，那这个双倍伤害。好，这波不打他，下一波弹命中就把他秒了。我要升到六，没六级之前我还是比较弱的啊。我们的 E 技能一定要让 Q 技能打中人，你才能达到双倍伤害，否则的话伤害很低的。这波钱你敢打？皮，点燃马上好。好舒服，好六级了，好回家。哎呦，这个兵线说实话要炸，必须要压进去。他螳螂往我这里再走，我知道还有一会儿就到了，但是我已经看到他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就是冒着生命危险，我要把线压进去，懂我意思吧？你必须要压进去，否则的话你损失的比你拿到的这个人头还要多。一定要压进去，这是很多玩家不注重的细节。六级之后我就舒服了。
六级之后就不存在漏刀了。明白。我这个英雄非常缺蓝啊。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 Frogan 的混世技巧了，就是包晕弹。当你的大招给出来的时候啊，它慢慢的扩大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是直接大范围的，现在是小范围啊，所以相对来说以前的大招更具有，不能说是威慑力，以前的大招呢它更能够很方便的让你打输出，现在不行，现在让它扩开，扩开伤害才高啊，所以呢让凤凰不会像以前那么简单就能够把输出给打出来。但是我们配合的这手包晕弹还是蛮厉害的。从现在开始你发现我的 Q 技能是必中的，不可能丢失，知道吧？就是接下来我要给你展示的技巧。当然了，我嘴巴说你也不知道，我放一遍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的弹是一定中的。其实凤凰就是要看你的弹中不中，中了你就厉害，不中就麻瓜。像这种弹没什么好讲的啊，它是贴身，对吧？我们要在别人跑的时候你把弹避中，这个才厉害。没有蓝了，没办法，这就是凤凰，这就是艾尼维亚，超级超级缺蓝。我需要一个女神之泪加上一个饭盒才能够过渡，而且还要吃蓝 buff。凤凰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凤凰最厉害的不是他的被动，不是他的 Q 啊，不是他大招，而是他的 W。 没错，这个技能没有伤害，但是是最厉害的，是凤凰的招牌技能。如果你把他这个技能换了，那这个英雄就从此以后白又拉拉。就是他所有技能都可以换，唯独这个不能换啊，但是这个技能呢大家感觉上好像没什么用，对吧？这能干什么呢？还有玩凤凰 W 跟 R 不能用智能施法，不要用智能施法，因为用智能施法的话有很多那个地方啊你会出现很尴尬的问题。哟，学好，六级之后的凤凰你就不要跟他打了，你是不可能打得过的。来来来，我是蓝 buff。 我将为弗雷尔卓德献出一千次生命。 Q 技能是不可能空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刚才也没空。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两把放 Q 我都没有跟你讲什么技巧，因为这两把不算什么，这种是贴身 Q 肯定中的，就是敌方离你比较近的时候，对吧？你这个晕没用，大家都会。你主要是别人离你很远的时候，你怎么样保证他命中才是技巧。所以等会大家你看到对方如果在跑的时候，你看我是怎么把这个技能打中别人的，这就厉害了。你看我现在只有63刀，补刀非常的少，这把前期补刀补的有点随意了，在跟这个剑圣打架补的有点随意。但是你发现我到30分钟最起码350刀，你知道吧？就20分钟你补刀一会儿就赶上来了。他这个东西刷刀太快了，这也是他有了蓝 buff 之后的优点。我们这英雄一般在优势的时候呢，你的蓝 buff 别人都控不了了。这个剑圣你不搞他还不行，你注意看啊，我们大招先放，给他一发 E 啊，好，有皮我求皮啊，注意看了啊，来把他一隔开，好，绞死一个。你哥搞我这个英雄啊，那我这个英雄嘛就不要太能扛啊，你看到没有，非常能扛的，而且重点是我还有弹，他们都搞不清状况的，三个人我都不怕的，照样打皮包中弹。哟，他又跳，没跳死了，我的强一卡
墙卡完之后，你就开始盯住敌方的英雄，啊，观察他的走位，他只能选择左右，不能选择前后，所以这时候你的弹呢就一定能中。兄弟，别推这个，你血躺不得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凤凰你也敢抓？主 E 辅 W， 我这个 W 到中期打团就很厉害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剑圣，你注意看啊，什么叫包中弹啊？啊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波，这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失误的，还要打。哎，我说，哎。他这个真的就刚才吃了那么大的亏了，他还不怕，你知道吗？他还不怕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凤凰他就不能抓了，他抓他是风险很大的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抓，他不管我队友在不在，他刚才那么吃那么大的亏了他还敢抓，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面就一点点都不想一下呢，我这个凤凰这么厉害，这么能打啊，我都想不通他。好，这把我跟你讲，这把非常好，这把劣势越大，你看我这把凤凰 carry 就越舒服。这把劣势越大越好，炸了吧？怎么说？不要急，搞他一个大招，你恐怕私了字，哎。你是了智，你大我，你不用大招逃跑，你大我。我准备用这个冰墙卡他一波位，就是逼他一个大招的。他反手，他大过来了，我不知道他的勇气，兄弟。好，你只能往这里跑，所以我的弹必中，看到了吧？啊，你不是很皮吗？看到吧？啊，就这个东西配合我。配合我们的弹，就是即使我的弹道站慢都能命中的，因为我风墙一卡他没法走位了，虽然看上去有点难度对吧，但实际上呢你只要多加练习还是很简单的。要掌控好他的墙，哎呦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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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来了我来了，非常舒服，不要急，这个位置你皮你也别走了，算了算了，没蓝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里有跳弹，想溜就溜，好吧？有没有发现我非常能扛？对，没错，凤凰不但输出高，他还很能扛。这波帮他清一下，帮他搅一下，哎，把他关掉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不能抢啊，抢的话队友会有意见的。嘿嘿嘿，怎么说？我们来一个 CD 海，我们把这个卖了。刚才我们的弹晕了，那是因为 VN 把它推开了，那么你肯定就丢了，那没办法。把它卡住，不让它动。啊，把它卡住。那墙，这个墙还是很厉害的，卡人。现在要刷钱了，我的补刀太少了，我的补刀实在是太少了，必须要把它
赶上来。十二等，1600滴血，非常的肉的小伙子。一跑，好，这把对面是胆子大啊！一跑，啊，让你走不动，啊，你跑，让你打，哎、啊，当我这首凤凰这么好杀的，肉的飞起，而且我还有蛋呢，我怎么等都能等到我队友到。他看到我，他看到我艾尼维亚，他不跑，不给面子。怎么说？你要追我，想好了再追。你想好了吗？哎，把你卡住。你想好了吗？你对不对嘛？你看，但我这英雄很骚的，我的风墙进可卡，退可皮。你再来。你再来，哎，来你就别走了，兄弟，来你就别走了。明白了。刚才他的，而且我们这个风墙还能强制让对方位移啊，所以你像赏金的这个大招，包括像死哥的大招，你都把他身上一放，他就被你击退一下，就打断了。他能强制让敌方位移的，所有在永需要永唱的技能，你都可以把它打断。知道什么叫永唱吧？蓄力跟永唱都可以打断。哎呦，这时候没有我怎么行呢、啊？这个时候没有我怎么行呢、啊？又要皮了，来，都别过来，就给他一个人。那你以为呢？都别过来，就给他一个人。你想好了再来，你想好了再来，哎，来，都别过来，就我们两个单挑，好吧？来，这边有没有人来？好。非常好，包晕蛋，都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，你跟凤凰玩，凤凰解虚作战能力猫该的。你只要墙卡得好，你就无敌，哎、你就无解。花点时间反思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英雄的伤害，非常爆炸的，而且他很肉。你把他打死了，他还有蛋。啊，我们出的像这种时光啊，什么面具啊，什么这个叫什么炽天使啊，都能增加我们的抗打能力，出的都是这种装备，所以非常肉。1700的血，回家把这个掏出来，再来个小面具，来个兰德里的折磨，非常的符合我。兰德里的折磨，直接我的这些技能呢、啊、就能够触发他的这个被动了，不需要冰杖。他们这个阵容还不错，但是应该要败在我这手艾尼维亚手上。不用怕，我来了，你别跑了，你跑不了，你们都跑不了。你跑，你往哪跑啊？我这手冰墙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卡位，知道什么叫卡位吧？哟，跟我玩一手绕，你绕吗？我跟你绕。哎，小伙子，哎呀，没包，哟，
好，我看你怎么说嘛。哎，你就在那个地方，都别过来，就剩你一个，起。好，你跳过来了是吧？好，非常好，不要急，我先吹手吊弹。来，下来吧。哎，拉开，缓速定风筝小丸子，卡住。你以为呢？哎，你接近不了我身的。你怎么说？起，弹包中弹。你以为呢？那我这个东西嘛，风筝小丸子，来救我！哎，把它推开，哎，推开。哟，哇，没救下来，这个人。哦，强吃，强行吃，可以。对面花了四个人，强行的把我吃死了。你追凤凰，凤凰你知道吗？十大不能追的英雄之一，你敢追？你像刚才追一个一个被玩死，我风筝能力很强，被动打的时候很厉害的，缓速强和弹手段太多了，而且反打的伤害很高，反打也很容易，因为反打的话我的技能几乎不会丢，特别是这个弹啊，不会丢的。人家追你，你弹就很好中，那你追别人就不一样。他们现在团战必须要将我给击杀，否则的话徒劳无功啊！我这个输出是无限的。这个好，你别走，兄弟，你还想走啊？你还想走啊？啊哈，你还想走啊？不要急，等一下，等我技能好，等我技能好，小弹一放，炸一波。来，绞死他，就绞死他，让你们在里面走。你怎么说？哟，绞死你，起。你怎么说？走？你以为呢？让你走，走不了，兄弟。你怎么说？包中弹？你以为呢？你怎么说？是天使之杖，搞这个东西。你皮，你走，往哪走？哎，走不了。哟，哟，我操！哦，自己卡住了。我野区打架太厉害了。我自己卡住了。他们野区是绝对打不了的。凤凰的野区作战能力再加30%。绞死他！绞死他！绞死他！300%的伤害，每秒120，如果把它扩到最大300%，120乘以3等于多少？等于360，每秒360，这个就有点恐怖了。我现在在下路一个可以打5个，一个打4个，石头人不能来，石头人能够突进我身，把我这个大招给打断。只要石头人不在，我随便打。来，小伙子，跑是不存在的了，跑是不存在的了，你走不了了，你走不了的，我这个英雄你走不了的。好，帅，不用收了，谁来收我？一过来就把他卡住，嘿嘿，你想好了？好，哟，哦，没想到他这么胆大，你想好了吗？你知道我的伤害值吗？可能你不知道，我再给你一个绝望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叫什么？绝望天使之拥，绝望之拥，嘿嘿，你以为呢？他们应该放弃了，你别走了，兄弟，哎，走不了，嘿嘿，这个东西非常的骚。来，大招在你家里面绞死你，
叫啊叫啊叫啊嘚儿，怎么说不给你出来了，想不想出来呢？对不起，不给你出来。诶，嘿嘿嘿，出不来了，卡在温泉里面，哈哈哈。哎呀，很帅，怎么样，给我这个艾尼维亚几分呢、啊？